们希望传达展现中阿两国之间因为丝绸之路而建立起来的珍贵友谊。凤舞丝路是咱们银川夜游项目里面一个重要的项目之一。我们接到这个项目以后呢，从前期的现场考察、方案论证、现场施工，到最后的前幕合成排练，应该说时间紧，任务重，最终通过我们环宇团队的共同努力，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并且得到政府领导高度认可，我为此感到骄傲。非常好。我们团队在做每个项目时都有个基本原则，就是艺术和技术要两手并抓，银川项目也不例外。举个例子，比如演出中所使用的百变牡丹矩阵喷泉，灵感正是来源于我们银川独有的花儿高腔山歌表演形式。再比如说，我们通过九条火龙回旋排布的设计来展现《凤鸣贺兰》篇章中凤凰涅槃的大气宏伟景象。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亮点是量身打造的国内首创可翻转的大型新型机械装置，它分为内外两层结构。在外层，我们设计的是一个国内最大的高30米、宽28米的新型机械，它上面有喷泉、火柱、灯光等多种特效装置。在内部是一个高26米、直径11米的可连续旋转且速度可调的新智联轮，这两者内外配合，巧妙融合，在演出中可实现旋转、竖起、舞动等动作。这也是我们团队对于装置艺术和现代科技融合的又一次成功尝试。
们要说最具创意的灯光秀究竟是哪里，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看到的画面是银川啊，的确哇，这个好特别呀、啊、没错，非常绚烂，